阿斯塔信息，关于出现的光，通灵阿瑟拉赫克特。阿斯塔说，光正在出现。2023年1月7日的满月，旧的幻觉层在其所有关节处开裂，显示出许多漏洞。当坚硬的外壳再也支撑不住新能量时，它就会破开，原有的光存在出来，进入一个全新的区域。你的旧壳、旧皮肤，你内在的光芒被幻觉的坚硬外壳所笼罩，影响了许多感知，跟随你内心的声音变得困难和不可靠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人类一直保持着这个古老的坚硬外壳，它起到了一种保护作用。统治计划利用了这一点，编织了许多混乱的线索，内在的光芒减弱了。以太坦，到目前为止，你已经将这个旧外壳转变为一种新形式，因为一种以太层被创造出来，新的光存在可以在其中生长，而硬化层变成柔软层。现在重生可以在新时代的共振中发生。硬化化作了一层脆弱的外壳，如同虚无缥缈的蛋一样笼罩滋养着光之存在，让新种与内光融合。战斗与审重，为培育这盏有生命的灯而必须打的许多仗并不容易，而且往往太沉重而难以承受。帮助来自一个充满爱的生命之光的世界，这个光明的世界现在越来越近，你内在的光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。地球核心之火，一股新的重生之火正在地球的核心燃烧，这火向外冲破一切，触及坚硬的旧壳，旧的缩小形式不再适合和溶解，是时候带着你的光走出去，展示你的真实本性了。这个星光存有与旧有的旧火焰截然不同，它比水晶更强大许多倍，并且像水晶一样纯净，请注意这种星光并相信它。您现在可以开始使用您的原始光潜能，光之种子和以太坦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光的种子一直被植入人类的心中，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，还会有更多事情发生。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时期，困惑在增加，但那些现在能够跟随内心声音的人，完全知道更新的道路在哪里。他们可以根据需要打开和关闭以太坦，这种包裹给了他们新的可能性。他们可以通过这种以太之光激励他人，因此开明的 DNA 被传递到集体意识的所有层面。重生，重生发生在地球意识中。一个健康的文明蕴含着许多不同种类的智慧，许多才能和天赋可以开始产生共鸣，相互交织，产生认同感和互补性。不会再有嫉妒，因为每个人都遵循着自己原本的光芒。关于你是谁的不确定性将消失，你的光之存在将被拥抱。自我实现的门户，对于那些希望达到更高意识的人，自我实现的门户将会打开。许多普遍的经验渗透到想象的头脑中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富足开始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流动，取代灵性和科学的旧思想，因为它们不再属于这个时代。一个全新的连接概念出现了，科学。科学意识将拓宽其宇宙视野，并认识到其中的情商感受，将会有魔法世界的证据，这将在承认外星生命与地球内在之光的合作方面取得巨大飞跃。政治，蝴蝶破茧而出，破茧成蝶。
政治上新的曙光在世界范围内闪耀，一切都在裂开，旧制度正在破路。在这种完全可见的混乱中，政治权力会恢复什么？选举开始时，他们的形象受到威胁。高度自觉、高度觉察、高度天赋和高度敏感，这三者离不开彼此，并通过更高的意识相辅相成。那些天生具有这种天赋组合的人，现在正在觉醒，并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。这些人带着很高的光，在当今的编程世界里不被理解，他们变得不可见，这个更高的礼物被锁定。有天赋的人的智慧与高智商的人不同，高智商的人可以在人工程序中工作，他们执行被告知要做的事情。有天赋的人难以适应他们成长的系统，他们的聪明才智与高度敏感的神经系统做斗争，他们也能看到多维的东西。他们出现了许多不受欢迎的独立解决方案。由于无知，主流护理中出现了许多误诊。他们热情、敏捷、有创造力、有进取心、热情、富有同理心、公正，有时过于诚实，这会让他们显得直率。他们的快速思维方式不被接受，它阻碍了框式思维的人工程序。他们不适合任何盒子，或者更确切地说，同时适合所有盒子。他们的沟通方式被误解了，他们被误解和不被爱。心理上的痛苦主要源于社会的排斥，他们如此迫切地想要联系、爱和被理解。他们拯救世界的冲动是巨大的，孤立是这一切的结果，他们变得不可见。适应成为他们的生存机制，他们不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。辍学，有天赋的人天生具有更高的意识，但在成长过程中往往不鼓励他们的天赋。他们被放入一个人工程序中，在这个程序中一切都以相反的方式进行。他们陷入社交功能，无法发挥自己的速度。他们与精疲力竭、无聊和沮丧做斗争。他们是辍学生，常常因为无聊潜伏而无法毕业。正规教育不适合他们，他们经常被贴上愚蠢的标签，导致他们表现不佳。满月，许多谎言现在从更深的层面浮出水面，并迅速被清理干净，让内在的光存在继续成熟。未出生的光 DNA 会生长和变化，它打开了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的东西。当新的光体不再适合这个缩小的形式时，外壳就会裂开。悟道的重生有时会一下子发生，但也可能是阶段性的。然后灯会分阶段打开，感觉到并冒出一种完全不同的能量。磁场受到刺激，可能会出现刺痛、震动和小功率冲击。跟随与星光存有共鸣的光，星光儿童，数字光，对于这种新的活 DNA 来说太有限了。许多孩子分心并被抚养长大，以使用数字灯，它会麻木他们的思想，直到他们内在的星光打开，外壳破开，他们突然记起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，以及他们来这里做什么。他们站起来拥抱新的生活之光，他们确实需要周围环境的支持，并且不会拒绝他们，因为在旧世界中，他们可能会遇到很多误解。亲爱的人们，无论你是谁，你来到地球是有原因的，你的光之意识现在可以开始觉醒敞开了。我向你心中的光致意。阿斯塔
I am Ashta. 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Thank you.